过来把酒。我还有凳子。等会儿袜子哦，他把那把过来了呀，过来，过来，好吧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看没有，拍照，今天拍照，看没有，老板累得不行。哎，我这也困了，你咋整？要跟老板拍张照片，我叫叫我们的人来。好吵啊，那我远点行吗？走开这里。开嘛开嘛开嘛。远点行吗？来家人们，没给飘子参加点关注的参加点波关注吧啊。没给飘子参加点关注的点波关注。哎呀，来的这么多的人，咱们没给小飘参加占榜的，参加占个榜呢。我梦姐妈这手都盖的整的，你瞅瞅都掉了。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好了。好的，知道嘞，家人们，花花吵吵给飘子参加占个榜，花花吵吵给飘子参加占个榜了，宝贝们，来到小飘直播间了，是不是？咱家小礼物来给飘的，咱家占个榜啊，哥哥姐姐们。没事，这台相机关了，然后的话呢，一看我一开照相模式，看看多少粉丝啊，多少粉丝要跟老板然后那个什么啊，在吗？我现在在照相模式，卡槽二，我选择卡槽一，你还是不出现，有卡吗？你发现？怎么会没卡嘛？我录视频都能录。把风扇收了，风扇我给它关了，要不然太吵了。小脚贵州粉丝多，再买丢丢，再买丢丢。这个，你董老师呀？多少？哎，哦。
谢谢关注，感谢。干啥呀？十二级现在啊，下课喽。想大家了，我们回家。谢谢绵光。哇，我们这次来了贵州的现场的过签了，谢谢我蓝姨姐姐。来直播间所有的美美宝都没给飘点关注啊，咱家点播关注，嗯，那十二级的可以拍了啊，嗯，啊，现在有十二级的吗？不是十级吗？我听，反正上一次我说是十级的，他们说是十二级，我也不知道。十二级的吗？嗯，玲玲也去拍个照啊，玲玲不拍了，老板太累了。谢谢圆圆，我们因为都是从。谢谢蓉儿，感谢蓉儿关注，谢谢老大爷。家人们给飘的咱家点关注啊，谢谢神仙，没给一飘点关注的哥哥姐姐们给一飘点关注。给一票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老板的给我拼个场，有机会会去你们那边的。你也拍的少，完了吗？玲玲没有到十二级，玲玲十六级，我拍不了，玲玲十六级不拍了，让给大家，哦，十级上就可以啊，十级上的就可以。谢谢玲玲心，一轮明月，感谢关注啊。啊，对，直播间说家人们点个关注啊，留个关来。点点赞，宝子们点点赞啊，嗯，花花草草咱赞个榜。没给您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家人们来。你没有你的灯牌能不能合影？老板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在现场，如初啊，这是如初。在他在前面叫个老板的，然后我们就听上去。你们来现场嘛，宝宝们有时间你们来现场嘛。感谢姐姐，谢谢战狼哥的棒棒糖，感谢战狼哥。浏阳湖外，浏阳哥老板过情人节了啊，明天不在这儿了，小小。嗯。你哦，在签字啊，签字去了。老板在签字。签个名啊，签个名，哎呀好幸福呀，去大舞台有，好幸福呀。我也得练练字儿了，哪天万一我也要签名啥的呢。嗯，谢三哥，一不小心火了，万一哪天我要当网红呢。嗯，他刚是同性姐姐的。宝子们，咱家点点赞来，花花草草的咱家赞个榜，咋的啊，我要哪天当网红我不得练签名吗？啥话，你们这笑什么意思啊？不相信我能成为网红是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照片啊，我的照片，我的好像没有。哎呦，你们都笑，哎，不梦姐你也不相信我。我都是合，我都是视频。哎呦我去，万一我现在就是网红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好歹我也是个腕儿啊！你看我蓝姨就找我签名呢，蓝姨粉丝灯牌点亮，我得十二级以上啊，十二级以上给你签名啊，不是十二级我签不了啊。十二级不去啊？去，知道不？升级来升级啊，把粉丝灯牌点亮的啊，不十二级签不了啊。现在人不多了，我哪天说不定我跟你说你现在要跟我签照片啥好一些，起早贪黑练啊。今天遇到了哥哥生日吗？是吗？这都能上四千人，没办法啊，这就是老板的影响力，懂吗？这你就肤浅了吧。给网红那个刷点礼物，谢谢。嗯，给大网红刷个棒棒糖。啊，对，给大网红上点棒棒糖啥的，快点，抓紧时间。感谢大大哥，谢谢大大哥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甜甜蜜蜜哟。大大哥，你了好久没有来现场了，大大哥。小榴莲饼。老长时间没有来现场了。谢谢。大大哥哥，生日快乐！补一句，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身体棒棒的，工作顺利。哎，你给他带父母来了。一
本人都没老板高。老板高，嗯，谢谢关注，感谢二九四啊。对，你们喜欢我们老板的啊，几乎刘一飘呢都会跟着老板每一场去走，所以说你们给飘点一个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有条件帮你们留一个榜。修子燕，欢迎桃子。刚刚你把衣服摘下来了。没有和老板合过影，这头发真顺。布在这里，大布，布没有。谢谢张峰，那老板很累的。嗯。小哥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来现场看老板，看老板上领都，看老板上领都非常的漂亮。来看你上次给你拍的美女的照片。拍半身啊，拍半身不拍全身啊。第二个。你老婆呢？老婆在你。这个不是老婆啊，那个是。拍拍拍拍。他拍多久嘛？你一个人真的是。现场的老板更好看，嗯呐、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喂，真真哥。没看见，那说啥了？还有多少人呢？还有这些人。啊，还有这些人，十来个吧，还十来个吧。啊，十来个里面有。拍一个嘛，三姐，你咋那么多来？三姐，你咋那么多照片呢？嗯，签名呀。你跟美女姐姐在那是？你去安排姐姐在那里啊？有很多来到现场的，真的马生杀呀！第一次来看老板的，都是怎么？哎呦，这女的真猛呢、啊！老板怎么看的漂亮？真有勇气呀、啊！我他妈整杀，我的妈！啊，那个，哎呦，真狠呐、啊！谢谢。不是你搂一下搂猛了，知道吧？默默也来了，默默，哎呀，默默坐上了，这么霸气啊，默默。你干啥呀？十几十几。看不到人了。搂着嘛，搂着。搂着腰啊。别说话。啊，你家也杀呀？你们是真没正事儿啊？你们生的，生仨孩子，真没正事儿，一天不干别的就生孩子了吧？啊？哎呦我的天啊！一会儿桌子生不起。没正事儿，真没正事儿啊！啊，生仨，现在妈生一个都难养活，整仨还。瘦瘦的非常立体，老板的那个小脸就是一巴掌大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瘦，很立体。哎呀，宝贝，徽章子，哎，又是宝贝来了。来，又签个名，再签个名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呀妈，都傻呀！你们这真行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不拍就不拍合，不拍就合照就算了。我可不行，我可生不出来啥，我现在嘛都不一定能生了都。可以，拿大摇扔。下一站在浏阳，在这。哎。送给你的。走，我们去送老板去喽。老板上车去喽。十号哟。十号呢？哎。都给你拍一下。妈，一窝狗崽的，还一窝，我才生一窝呢，多生几个行，生一窝那不狗崽的吗？哪是人呢？啥话？虎狼之师。看不着老板老难受，听不见。你在老板的近前方。那不是那个吗？是这种情况，是这种。
小谈价格。干将在谁心里面也弄？没得。那狗仔队我是，我都不如狗仔队。我也是狗仔队，我们两个狗仔嘛，我们两个是小狗仔嘛。老板先去留洋，然后再去福建。给小飘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啊，家人们！免费飘点关注，免费关注。走了，走了，刘洋见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刘洋不去啊！刘洋不去啊！去好好玩去。老板，你五周年我一定来采访。我也要去。小兰姨姐姐，我这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办，我都要去。哎，老板，今天怎么跑到万达这里了？对，老板要去福建泉州，实施。对，他说我上班来到19号、20号是老板户外，20号是老板那个专场，飞跑的专场啊。19号去啊，宝贝们。嗯的，对对对，是的。快五周年了，你来吗？不梦姐，你来不来？小宾馆，你来不来？家人们给飘咱家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啊！给飘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能赞个榜的哥哥姐姐们，咱家赞个榜了啊！咱家给飘的，咱家赞个榜。你那个马早就撞到了噻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实时红糖啊，重新解释的。哎呦妈！我差点我到那里马上去了，骑个马吧。老板净身高1.68米。感觉每次就是下播的这个时候是最温馨的时候，家人们跟着家人们一起坐哪个车？不要搞，你坐后备箱吧。老板，我坐后备箱吧，要不要？老板，拜拜。走了吗？拜拜。下班了，兄弟们。最温馨的。来让一下哈，让一下。不要把门敲烂了，赔不起呀！我跟你说，辛苦了，要不要这么夸张嘛？辛苦了，拜拜。